大家好，今日我会整一个越南春卷。食越南春卷咧，佢招酱咧就系佢嘅灵魂酱汁。呢、這个招酱除咗配春卷啦，同埋檬粉，去配其他海鲜咧都一样好好味嘅。我哋先做咗个酱汁先，我呢度系50克嘅黄砂糖，做出嚟个颜色咧会偏深少少，你用白砂糖都冇问题嘅。鱼露50克，水50克，我哋用一个细火煮溶啲糖先。煮滚之后熄火摊凉，蒜头20克，切碎。辣椒3隻，切碎。如果你唔想咁辣咧，可以去咗嗰啲辣椒核。这个青柠汁咧，我哋要50克，咁另外刮少少果肉落去。呢、这个酱嘅糖啦、鱼露啦、青柠汁、辣椒都可以根据自己嘅口味微调嘅。如果你做酱汁嘅份量多咧，可以摆落一个干净嘅玻璃樽度，摆喺雪柜可以放3至4个礼拜。以上的材料做到的酱汁大约是200克，可以吃到30条左右的越南春卷。